究竟邊門生意地理位置好，人流有夠旺，仲要係大家嘅必需品，詳情留意一下藏金地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睇《藏金地图》，我是你哋今日嘅节目主持何敏仪，好开心邀请到我哋嘅生意顾问 Brian。大家好，我系 Brian。系 ，Brian， 今日食咗早餐未啊？今日未啊，一朝早去开会，开完会就即刻过嚟呢度录影啦。唉，真系忙啊，就好似我呢啲咁，我今日就食咗个肠仔包啦。系，Brian 中唔中意食包噶？我都好中意食包啊！咁我自己都系食肠仔包啊、菜肉包啊、中式包又有，西式包都食。咁如果我突然间醒起，如果我想做包嘅生意得唔得咧？喺呢个市道，包嘅生意梗系好做啦。你见唔见到其实而家坊间啦，基本上西式嘅包、中式嘅包，你会听到好多咩包先生啊，乜嘢乜记物记啊，咁其实佢哋就做好多就系做呢啲快餐包，我哋叫做即系快来快去。你基本上喺工厂嗰度做好晒，跟住搬落去嗰个蒸笼度，跟住就直接卖出去，咁梗系好做啦。咁一个卖几多钱啊？7蚊、8蚊、9蚊，但系讲紧个食物成本可能只需要系2蚊、3蚊就已经可以做到一个包出嚟，仲要一笼。不是只做一個的嘛，一籠是做十幾二十個的嘛，那只要你找到一個適合的地點去擺你間鋪，那已經是可以做到很好的生意了。咁而家啲包都好多元化嘅喎，入面有啲咩餡啊，有流心啊，剩嗰啲。咁其實而家個市場市道係係咯，其實而家好多人都係即係快嚟快食噶嘛。但朝早啊，再似呢啲就係我啲大忙人啦，嗱聲食咗個包，填咗個肚先咁樣。係啊，我其實自己都會係咁樣做嘅。咁即係可能出去見客啊，又或者見 friend 啊，總之好密嘅 schedule 咧，咁我都會去買個腸仔包食咯。我自己都係腸仔包嘅 fans 嚟。咁我哋即係好似我簡單啲講一個，例如話喺荃灣嘅旺偉麵包店咁樣啦，嗰個位置咧，你只需要擺到一个铺位在入面，你卖什么都真的没什么走鸡的、尤其 是你朝头早晏昼夜晚人来人往的一个地方。那我讲的这个面包店的位置啊，确实位置就不讲得了，要问回932那边的专员去答你啦。但是我可以讲的位置是有没有一个位置可以近到地铁站啊，即是朝头早晏昼夜晚都会有人出入的、在巴士站附近的。跟住仲要有一堆商场围住，基本上呢三个因素已经正正造就到佢嘅营业额咧，系每个月都有70-80万，净系卖包咋吓，卖包都可以卖到70-80万一个月。咁你知唔知大概如果做70-80万一个月嘅营业额，可以赚到几钱？可以啊，每个月系啊，会唔会有2-6万的营业额，即是收入2-6万啦，咁啊绝对可以做得到嘅。点解咧？其实我哋睇一门生意咧，除咗话营业额高唔代表你赚到钱噶，呢个要确实清晰咁样讲翻俾大家听先。咁而我哋当然要扣咩咧？租金啦。咁咁靓嘅旺位，咁有7-8尺嘅大嘅地方啦，咁入面仲會有曬所有焗麵包嘅材料啊、設施啊，甚至乎師傅都可以傾留低添嘅。咁跟住之後，我哋要再減埋個人工，再減埋租金、差餉、水電煤所有嘢啦。咁其實咧都會有6-8万元嘅收入嘅，係啦。咁呢個都算係一個好可觀嘅收入咯。咁另外我哋就會睇啦，咁頭先扣漏咗一樣嘢喎，其實扣埋㗎啦，會有一個叫食物成本嘅，係啦。即係譬如話我哋做70-80万元生意，究竟我哋要俾幾多麵粉錢啊、蛋錢啊、叉燒錢啊、腸仔錢啊，咁其實大約就佔3-4成咯，係啦。咁點解會話其實做個包唔係好平嘅咩？咁大家都知啦，而家香港人追求嘅嘢唔係同以前一樣啊嘛，唔會話揸個方包就買得到。咁而家好多時都要加一啲腸仔，腸仔又要加啲醬，再加啲肉鬆上去，咁變咗個成本就會越嚟越高咗啦。咁而當然啦，一個包以前買個腸仔包幾錢？
哇，幾毫子都有一個，五毫子啦，係啊，五毫子。咁但係而家咧？而家兩個半三蚊個啦，最低嗰、那個。最低喎，講緊。最低嗰、那個。但係一般出邊係賣緊幾多錢啊？可能八蚊有地鐵站全線嘅，基本上你都會揾到係十蚊至十三蚊去一個腸仔包嚇。咁啊，如果大家都知道啦，以一個增幅而合理的成本情況之下呢、啊、成本就升高了，但是你售價都會升高了、嗯、所以呢、所有的東西最後都會轉介在我們身上、嗯、就是消費者、嗯、是當然了，你去營運一門生意就是調回轉個角度來看，你當然要加價才可以賣得到賺得到錢嘛，是不是、嗯、所以我們會覺得、啊、麵包鋪生意我們會看幾樣東西，看什麼呢，就是地理位置、人流，跟住是不是一些人流 停顿的地区，即是例如巴士站啊、地铁站啊，又或者商场的出入口啊，那这些当眼的位置呢是特别吸引的。跟住之后、哦、究竟这门生意我接了手回来做不做到、嗯啊、这个当然是关键啦。这个盘其实卖了多少钱呢？83万、嗯、那83万里面已经是可以谈埋那些叫做有五个的全职面包师傅。跟住有兩個嘅店面，嗰、那個店面員啦，我哋叫做 OK， 咁啊已經係可以執包啊、幫手 pack 嘢啊、夾蛋撻啊嗰啲，全部都做到曬噶啦。咁啊之後你要接手之後做多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請多兩個麵包師傅，因為呢個鋪頭咧本身係有三個人營運嘅，係啦，三個老闆出嚟創業啦，跟住搞到有聲有色啦，跟住就係股東不和咯。我哋見到好多時嘅生意買賣情況，去到最後都係股東不和啦、分工不均啦，係啦，跟住就會拆夥。咁呢個盤亦都係屬於呢一類型嘅情況出現咗。咁如果新嘅買家去到啦，本身已經有班底喺度，咁你已經係要接手嘅嘢輕咗一半，你唔需要重新組織一個班底，你請多兩個人就可以做得到啦。咁呢個盤就值得推介俾大家咯。嗯，咁幾好喎，又咪員工客底留埋俾你。客底真的不需要担心，本身那个位置、真的人来人往，你只是叫932的专员带你去看一看，你站两个钟头你已经信心回来了。嗯，可能我就是第一个顾客了。给个 like 和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啦，记得按个铃铃，那你就不会错过每一条藏金地图的影片，还不快点行动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留言，我们每个星期都有不同类型的生意加盟讲座，请 click 下面的 link 报名。